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范逸臣，我在戏里面角色是阿转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这里面饰演是北屯猛鬼阿贵啊。哎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宏志，我在剧中演大龙。请你们教我一个演戏的片段，跟人说子源呐，子源呐，然后全体呢就要出去打架，然后一个人就手一样碰，然后结果就被赛碰到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我可以稍微看一下我的剧本吗？剧本到那几谁说瞎话呢？打年纪阿炫。啊秀，到底会说哪一国话？完了，来啊，安娜啦，奥利，金马西，来啊，我去，哇！到时候还会有特效，对不对？就是会有那个大便喷出来。电影《我最爱的笨男人》在9月8号全台上映。那这部戏呢，是我从影生涯以来觉得角色突破最大的一部戏。那这是一部非常热血、好看，找你身边的笨男人一起来看。这是我第一次参与电影的演出。怕你把你弄鸡丸呐？怕被你鸡丸呐？